真难受。小蝶，我今天之所以那样说，只是想保护你。你放心，找到合适时机，我会替你澄清的。他为什么说我是他妹妹啊？他啊，陆雨恒啊，他为什么要骗我呢？难道在他心里，我连跟他一起面对困难的资格都没有吗？小蝶，小蝶，那种人不值得你难过。你看看我，我永远都会保护你，都会对你说实话。为什么会难受呀？你只是被吓到了，没事的，我会一直在你身边，一直。为什么那么在意他说的话呀？你只是跟陆雨恒在同一个屋檐下待久了，产生了情感上的错觉。等你冷静下来，就会明白，我才是最适合你的人。小蝶，搬出来吧，离开他，你就不会难过了。大神，快来看流星，赶紧许个愿。哎呀，赶紧来嘛，在城市里看到流星多不容易啊，快来快来。陆雨豪，只要你勇敢地迈出这一步，我就在这等着你。现在才迈出去这一步，是不是太晚了？